民进党在高雄时期也执政相当一段时间喽，好、哦，你看已经三届了嘛，哈、哦，那三届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从工业城市的那个丑小鸭，说实在说它漂亮，还真的不错，很多人都说哦，高雄被它救活，赶快，这是民进党的成就。可民进党有一点力有未逮，可能中央也要一起负责任，就是说它的经济确实仍然还没有什么起色，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活在这个漂亮的城市，可是我不一定有很好的经济的收入，所以这个。